chứ.
风不平，以如何凌厉狠辣的剑法攻来，这小子总是一眼便能看到招式中的破绽所在，随手出剑逼得风不平非回剑自保不可。而风不平每逢招数上无法抵挡，便以长剑运内硬砍硬劈，这打法未免也太无赖了。先生，
每天都这么帅的，走了。